那先来看到的国际关注的这个印尼的舰艇南加拉号402，在4月21号呢，是在演习的期间呢，准备鱼雷试射的时候失联了。印尼军方在昨天就表示呢，已经在巴厘岛的附近海域发现了断裂的潜舰，并且是证实呢，这个舰上的53人是全数罹难。经过新加坡救援船的协助呢，从海底的影像呢，是可以证实了这个舰艇是沉入了838公尺深的海底，并且估计呢，这个舰艇上53名的官兵应该是全数罹难。那印尼海军在昨晚是也召开了记者会，指出了已经有多国是愿意协助，希望可以打捞舰艇，调查事故原因。那另外呢，来看到的是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在国际发烧，是在下一章。印度呢这几天的新增确诊跟死亡病例不断的创下新高，导致首都的新德里呢在昨天也宣布了延长封锁一周。继续看到下一章，印度呢这个拥有13亿人口的庞大国家，光是在昨天就已经通报新增349,691人的确诊，另外呢还新增了2767人染疫死亡，都创下了新高。而且在下一章来看到呢，首都的新德里呢是拥有2000万人口，更是印度的重灾区。因为呢，这个病床跟氧气的供应都相当的缺乏。从19号起呢，是全州的实施封锁。继续呢 ，CG 三有两章，继续看到是这个伊拉克首都的巴格达，专门收治新冠肺炎病患的一家医院呢，在24号是发生了大火。伊拉克内政部呢，在昨天就宣布了，已经酿成了82人死亡，110人受伤。那事件呢是引发了民众要求官员下台。伊拉克总理办公室呢在昨天就发出声明，指出呢总理哈德米就说了，已经指示要立刻展开调查，要针对医院的负责人还有安全维护负责人问话，直到发现疏失来并且是就责为止。那最后呢，来关注是日本的境内的新冠肺炎疫情是持续的延烧。日本政府呢23号就决定了，昨天起呢，到5月11号，针对东京都、大阪府、兵库县跟京都府四都府县呢，3度来发布紧急事态宣言。但面对日本疫情又升温呢，奥运充满的不确定性。尽管是已经颁布了3度的紧急事态宣言，接下来在黄金周的测试赛，国际奥会跟冬奥筹委会呢，是依旧的来坚持要全力的办到底。那以上是为您整理的最新的国际重点资讯。